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始终心要。显公和尚、方丈和尚、各位比丘、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上一堂课呢，开始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三惑。首先介绍的是见思二惑。那么见思二惑，你首先要知道它是界内惑，三界以内的惑，它也叫通惑。为什么呢？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乃至于佛通通要断的惑，所以叫做通惑啊，所以叫通惑。那么呢，那么就是见惑跟思惑。那见惑是什么呢？是见解上所生的，是吧？谬误。那么呢，什么是见解上？是一根对法尘，是对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法是一种概念啊、法不是那种色声香味触这种具体的物质，是法，是一种概念。所以思想概念。一种错误产生一种思想概念的错误，那么就是一根对法尘所生的这种错误见解。那么有哪几种错误见解？有十种错误的见解，分别是有五力死跟五顿死。死就是结死的意思，结死，结死是什么？结就是那纠结的结，死能够推动你向错误的深渊去，推动你造成一种错误 的行动。所以是那结束缚的意思，束缚是束缚的使者，也可以这么讲啊，那结使。那么呢，什么叫利使？利就利益，利益的利啊，利啊，金来那个利啊，利益的利啊，利用的利。为什么呢？为什么它的利啊、嗯？为什么是历史呢？因为它很快的让你造成呢过失，不过就像刀子很利一样，很快的能够斩破什么东西一样的。那么哪五历史呢？这身边借见邪，这五种历史，身见染五蕴为身，就是以五阴五蕴这个呢，只取它是身体。见解上认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实质的我，染五蕴为我，这样子呢就是身见，只取这个身见为真实的啊，为自信中可得的啊。边见是什么呢？只有边或者只空边，谓之为边见啊。什么是只有边？什么是只空边呢？只有啊，不是错了，直断边或直长边，弄太久了。直断边或直长边，断边什么断？人死如灯灭，啊，人死就没了，啊，也不到上帝那也不会去轮回，就没了。就像那个木头烧掉就没了，这断见。它长见是什么？人死为人，20年后就是一条好汉，啊，这就是所谓的边见，啊，两边。断肠二边是这样，实际上是轮回嘛，有随业而起的嘛。谁说你20年后又是一条什么？是一条狗还是一条蛇？是不是不是一条好汉？对吧？啊，那么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边见，这是一种见解上，你认为这样，你马上就会什么造恶？你看，你如果有时候你如果有边见，你就会干坏事，对不对？
我就大干一场，大捞一笔，捞一笔之后呢，好好的花，花完了呢，我死了就没了，也不用还什么，我这辈子好过就好了。呵哟，真可怕，对不对？所以利死容易让你造成立即的伤害，有没有看到？是不是看到？哦，所以好恐怖哦，思想的错误，这种对于概念型的错误很糟糕的哦。我看很多出家人修行很傲慢，自以为是，你也没办法跟他讲什么，这样的，你劝他他也不听，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利死在作用，啊、哦，都是利死在作用，那种自我见解很深刻、很坚固、不动摇，他只取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个错误的结论，然后只取那个结论，这就是一根对法尘所造成的什么呢？所造成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它都是某种程度的邪见，所以它很难教导。再来，身见边见，见取见，眼见为凭，那非果即果。那你看到有人呢、啊、你看到有人一辈子做什么坏事，结果哎他升天了，哦，你想，哦，那我也干那种事，反正那果然天下无因果。哦、没有什么因果、哦嗯、你看，不然、啊、做坏事得好报，你看看是这样，那我也要做那个事。他不会说他没有因果，没有因果叫做邪见，就波无因果。那见取见是眼见为凭，只以他所见的呢来认知那个因果关系。你比如说、他一天到晚吃鸡肉，结果他升天了，你就想，哦，我知道了，原来吃鸡肉可以升天，他是错误的这种因果连结，非果即果的这种关系。那戒禁取见是什么呢？就持不当的戒律。你比如说有了外道，有没有持什么牛戒？他说那个持牛戒之后呢，牛呢很善良、哦啊、我要跟牛一样吃草，呵呵，吃草然后呢帮人家犁田，持牛戒，将来可以升天，非因即因。那么见取见就是见到一个结果，你就非果即果，那不是这个结果。升天不是他真正吃很多鸡、杀很多鸡的结果的，你非果即果，这见取见，这种都是错误的什么因果认知。那么第五种就邪见，这干脆波无因果，干脆波无因果，是这样啊、哦。那么这样就糟糕了哦。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五种邪见啊，五种邪见，这是五力使，它很快的让你造成错误的行动。不过呢，它也很容易断，把你讲开了你就断了，对不对？就像刀子虽然很利，不过很容易折坏一样。下面有五钝使，那就麻烦了，这叫贪嗔痴慢疑，贪错误的认知造成的贪，不是那种。看了一个好东西造成贪，这不一样。看到好东西造成贪是私货，是私货。好的东西没理由，有人哎，你为什么爱他？不知道，我真喜欢嘛。你没理由，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没理由，他不假思维的，啊，他就直觉的这种反应，这就是私货。啊，专心呢，不要看别的东西啊。现在这个很重要啊。这是你在修观的时候，这是对你很重要的啊。讲义你也不用看，你现在要专心听啊，哪怕你没记笔记，你都要专心听啊。好，那么就是，所以这两个要差别要分清楚。这里的五钝使也是见解上所造成的贪，那是什么意思啊？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就只取它，贪取这个概念，贪取这个概念名为贪，这种贪还是对贪法尘的贪。那但是它终究起的是一种贪念，这种贪念呢，造成行动不一定不是那么立刻，对不对？所以它钝了一点。不过呢，贪念难舍啊。你比如说，错误的概念造成错误的结论，你又只取这个错误的结论，你就只取不舍。你比如说，你听到人家讲说，哎，要照顾身体哦，结果你身体有一点怎么样，你就不敢修行了，你就不发菩提心了，你就只取这样了，对不对？你只他平常不会造成什么错，不会什么坏的结果，不会派坏的行动，不会的。可是呢，预言对境，他就马上产生了。哎，叫他搬个桌子，哦，不行哦，我不会的了。那叫他、帮忙做做个什么三皈依，唱个皈依，不行不行不行哦，我会死掉了。
他遇境队员他就冒出来，平常不会推动他什么行动，错误的概念，他只取那个概念。好，那如果你违背他那个概念，他起嗔，不是说他爱不到起嗔，是违背他的概念起嗔，懂吗？起嗔，这跟等一下讲到失惑的嗔是不同的、哦、你在修观的时候这要分别啊，这是不同的，是他伪，你要跟人家争辩的眼红耳赤的这样子，哈哈，这就嗔，是概念上的嗔。那么痴，痴是什么？贪取不舍，名为痴。啊、哦，那么贪之不得就是嗔了，那、就是一样啊。你违背他的成见，那他就嗔。再来慢，这个，他只取一个成见。一个概念，然后觉得很了不起，别人的看法一概不听，一概不修正，就是慢心。慢，很多学佛的人会这样，出家在家都会哦，是这样就起慢，这还是法尘障起慢啊、哦。那么再来疑，人家讲一个正确的道理啊、哦，他就是因为慢心不舍啊，那要信不信的，要信不信的。这样，你跟他讲已经，你刚刚已经跟他这样讲了，他还在那边，嗯，我要看一看，我要想一想，他就不能当下承担，你懂吗？就是慢心深重。这个其实哈、啊，我以前亲近禅宗，老人家跟我讲说，我说这是黑的，他指的那面墙，我说这是黑，你就知道是黑，你连犹豫都不能犹豫一下。对，我后来才觉得，是这样。你当了老师了，你自己知道，哦，是这样，没错。所以你看看那密勒日巴尊者，他师父马尔巴上师怎么磨他的，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凡夫啦，我们是没办法对人这样做啦，可是我们自己要做弟子位，要学这样才好哦，你才能得大利益，你才不会走歪路啊、嗯。这就是疑根，修道人很容易起疑根跟慢根的。哦，是这样，这就是于以法上面起，法尘上起，这就是见惑哦。好，那么见惑到底有多少个呢？有88识见惑，88识见惑，这个要怎么个算法？我现在不跟你细算了，大体上我举给你知道，就是说，哎，这个欲界有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是苦集灭道。那么苦地，这个10种识都有。那么呢，道地啊，只有呢7个识啊。那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了欲界的时候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一去算。总而言之，见惑有10识，是10种，但是并不是呢在欲界当中通通有。欲界的4地之下各有几个识，这样一路加上来总共有88个识。注意哦，它是单一法尘所造成的过失，名为识，所以有88识，跟等一下失惑的81品是不一样意思的啊、哦。那么这要分别开来啊、哦，所以这是知见的错误，总共在3界当中有88个识。那一一断除，这不过断这个比较起来是不会那么难，当然还是很难了、啊。不过比较起来不会那么难，啊、哦，所以它是见到位所断。见到位是什么？出果，出果位所断，在出果上呢，在出果位上你就能断了啊、哦，是这样。好，那么再来呢，讲失惑。你知道了哈，我们见解上的见解上的惑很容易随时随地在那里发生啊、哦。好，那么我们讲失惑，失惑是情感上，哈、哦、的惑，所以叫失惑。前面的见惑是逻辑思维与法以概念上所起的思维理性思维上的过失，那叫做理惑，懂吗？那可见理惑易断了，是事惑难断。事惑一种情绪的那种所谓的莫名的自然反应，
它没有逻辑可循，也非思维造作。男女贪爱就最明显的，这就是贪，这就是贪货，最明显就是这个啊。所以说私货呢，有哪些私货？私货就情感上所生起之贪染执着，那是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对什么呢？对色声香味触，跟概念无关的，它纯粹就是这个五根对五尘所生的。你为什么买那个手表？你为什么戴那个钻戒？你为什么用那种眼镜？你为什么穿那个衣服啊？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人？通通是你这个一根以外的前五根先去对镜的，先去对镜之后，你先贪爱了，你才用第六意识一根呢、啊、去思维建构它的美好。你要知道是这样，你呢一个歪嘴的啦，眼睛那个斗鸡眼的啦，朝天鼻的啦，招风耳的啦，大象腿的，水桶腰的啦，站在那儿，你根本不会构思你喜欢他这件事，对不对？但你得要总要看一个你看得过去的那个人，那都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样对镜。对镜你觉得看得过去，你才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建构一个虚拟的成见来爱他，是这样。所以很虚假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为什么才女人那么爱买化妆品嘛？因为女人深了解其中的道理，都是先眼耳鼻舌身欲境对缘，所以她要去把外表弄得香喷喷的啊，那么北泡泡又咪咪啊，她要这样弄啊才可以，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所以说那是见解上对境欲缘，你什么好思考，马上你就起贪爱，这叫私货。所以情感反应上不可恶意的那种本然反应啊，是这样。所以是五根对五尘所起的颠倒邪求，那么呢是思维道上所断，思维道你透过思维才能断，那所以说要出二果三果四果才能断，到了四果二三四四果才能断尽，它才能断尽。为什么？因为你观这一念无我，能贪爱的我也不见了，这样你那个私货才能断尽啊、哦，是这样。好，那么呢它有哪一些呢？它其实就是四样而已，四样加等分总共五样，贪嗔痴慢这四种，然后再加上一个等分，就贪嗔痴慢通通有叫等分，这样就五种而已，或者你就讲四种也可以。贪嗔那怎么没有疑呢？你疑就贪不了了嘛，是不是这样的？你看哎，我爱他，他爱我，那他爱不爱我呢？好像是又不是，这个时候你也爱不下去啊，是不是？你只是一再试探，你会很急的想要去试探，对不对？你爱不下去也很难堪啊，对不对？那啊，赶快去试探，在你试探确定之前，你放不下那个感情的，所以疑不能升起确定的贪嗔痴，不能升起确定的贪嗔。我说情感上的贪嗔痴哦，不是概念上的贪嗔，概念上是可以贪嗔痴的，是可以的啊、哦。情感上的贪嗔痴，就是欲境对缘那种贪嗔痴。比如，还有一种，这个电脑在那儿，我要买这个电脑呢，还是买那个电脑呢？在你还没有把它搞清楚之前，你真的不会决定买哪一个，对不对？所以友谊不会造成你的贪，情感上的贪是不会造成的。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吗？所以它只有四种，它只有四种啊：贪、嗔、痴、慢。慢为什么会啊？慢为什么会？为什么会？会哦！你明明说你爱我，现在你为什么不爱我？我就跟你起慢心了，跟你怎么样？不跟你离婚，我跟你结婚，我也不跟你离婚，我让你不能得其所爱，有没有？这就是起一种慢心，有没有？明明他也不爱你，你也不爱他了，对不对？但是我这个离婚证书我就签不下去，怎么样？我让你痛苦。有没有这种想法就产生？这就是慢，是不是？它是由贪生起的，它是由贪生。你也不想贪他了，你已经撑了，撑脑在那儿，慢心盯在那里，这样子。好，你看在外面那个女人丑了个要死，是不是怎么样？你会觉得你比她优越，哦，是这样，你不放手，
就这一类的。所以说贪嗔痴，贪嗔痴慢会起。好，这四种起了，它不是一一断，为什么？它互相纠葛在那儿啊。有贪就会嗔，贪得就会痴，是不是这样？那贪的纠葛过程当中会起慢，这没办法一一断的，要断就得断，要断就得都断，所以只能论它的强跟弱而已。它是纠葛成一气的，所以你不能论始，只能论品，懂吗？这个事情要弄清楚哦，在修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情绪上产生，只有强弱之别，你没办法个别割开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贪爱一个东西，你贪爱一台车子，你就是喜欢嘛。结果人家把你弄坏了，你就起嗔，是不是这样？显然贪从嗔来，嗔从贪来，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能够说断贪然后再断嗔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它是交参在那，只能够说它强跟弱有差别，所以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中上、中中、中下。然后乃至于下上、下中、下下这九品，那么三界各有九品，这种所谓的，应该这样讲了啊，三界九地，九地各有九品，不能讲三界，何以故？哈哈，九地论九品，不能够用三界论九品，何以故？你要知道三界当中是光一个色界好了啦，光一个色界好了，色界由四禅来成就的。色界修得四禅入色界，入色界去，四种禅禅定，四种禅心性的反应不同，它起贪嗔痴的强度也各个不同。好了，四定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四种定，这四种定心性的定力也不同，因此他们个别产生的嗔恼心、贪心也各个不同，这样叫做八地。再加上一个欲界地，所以总共九地，欲界的人都差不多，起贪都差不多，对境都差不多。你要知道哈，这个人类贪爱男女哈，还好我们没有天眼通。我们要是真的看到天上的男人女人呐、啊，那种庄严相啊，那个好像是《色论》里头还是在《毗婆沙论》里头提到。啊，我看一看忘记了。他说你贪爱那个地球上娑婆世界的人，如果看到那个天上的天男天女啊，那你那个爱染心呐、啊，会全身焚火而死，你知道吗？哎呦，好恐怖，会这样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种贪是相当强的。可是到了初禅不会了，初禅他的贪完全不贪男女。男女的爱是最糟糕的乐，你知道吗？一切世间乐最糟的乐就是那个最短暂粗糙，不够深刻，不够深刻。所以他得了初禅完全不喜欢男女了，他会不喜欢男女，所以完全跳开来到欲界之外。所以离欲你就修初禅，跟外道一样修初禅，你就能离男女欲，你就能离男，但是不是离一切欲，他还有贪，对不对？所以说要讲贪的深浅强度，不能够以三界来论，要以他的禅定有无来论，强弱来论。所以用九地，欲界一地，欲界通通没有禅定，只是福报强弱而已啊。欲界，欲界六天呢，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啊，算起来这六天呢啊，它都是怎么样，通通没有禅定，所以一地。然后再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呢，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四定又是四地，对不对？合起来九地。那九地每一地的强度各有九品，对吧？是不是？那这样合起来几品？九九八十一嘛，就八十一品啊。这不容易耶，要懂这道理还不容易。我为什么不容易啊？当时老人家在讲的时候，在莲音寺听的，我是指我们显公和尚在讲，那不晓得是我度孤了，跟你们一样打瞌睡了，还是怎么样？他讲，就我一注意起来，已经讲过去了，不好意思问，那就熬了好久，熬了我出家之后好久才弄清楚，到底为什么这里是要论死，那你要论品嘞？原因是这样。那你们可好？
啊，我给你讲清楚了，打瞌睡的、打瞌睡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这叫做论品，所以品是以强弱来说的哦。好，那么贪嗔痴慢啊，不过呢，哦，我必须说明啊，贪嗔痴慢虽然这四种名为所谓的私货，但是呢，九地当中上八地是没有称的，有禅定的人不需要称，你懂吗？他只有贪、吃，还有慢。哦、有禅定人照样慢啊，慢心很重的、啊，是很重的，没有错啊、哦，慢心很重。所以说，你看看那个大梵天有没有？大梵天呢，他有那个禅定力，然后他一想说有人，那是他的心的造作。那他就说哦，就有娑婆世界了。他就说这些都是我的子民啊，我是你们的天父，是这样。他天父，然后你不听我的话，我就造灾难给你。有嗔心呢、啊，是不是这样？有嗔心就不对了，是这样的。他照说是没嗔心的了啊，是没嗔心的。说这件事情还要再考据啊。但是呢，经上讲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个嗔呢、啊。上八地是没有的，真正有禅定的是不会有的，哪怕出禅他就没有了、哦、不过这个没有跟有之间、哦、还是要有考据，还是要理解一下的、哦、这个所谓的没有是指没有什么，怎么样子叫做没有、哦、我们再到时候我们再有因缘我们再讲一下了、哦、好，那么就是私货了，这就是私货。我们有没有啊？当然有这个私货，对吧？那么这见货跟思货通通在三界之内，因此我们都要断，这叫界内货，也叫通货、哦、菩萨佛阿罗汉通通要断的通货、哦、哎呀，那么怎么断你注意啊，你注意看，它无非就是对境欲缘，六根对六尘，对吧？是不是这样啊？六尘缘起无自性，你就没什么好贪好嗔，是不是？也就不再起断见的种种见，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以空观来断，以空观见来断，所以空观见能够断见思，等一下就会提到了啊、哦。那么就是空观智啊。好，这见思惑，简单的跟大家提到这儿了啊。那么现在来讲尘沙惑。尘沙惑、哦、什么是尘沙惑呢？尘沙无体，不过尘沙分两类尘沙，界内尘沙跟界外尘沙。哎，有需要讲这么深吗？还有一个人在回答有啊，尘沙惑呢，有界内尘沙跟界外的尘沙。什么是尘沙？尘沙是以数量为名，谓之为尘沙，就表示很多的意思，懂吗？为什么很多？什么东西很多啊？这个执于空观，执于这个执着空观，前面修空观断见思惑嘛，那么就进入到了什么呢？进入到了空观成就了。那空观在执着空观，那结果于一切宇宙万法万物万事，他无心理解，懂吗？就像法华会上佛陀说一切众生皆得成佛，我要受记一切众生成佛，他不想听，他五千里喜，是不是这样？他觉得我已证得什么呢？空性，生死已断，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啊、好了，够了，我已经老慢于一切般若法门呢、啊、不好要学习，是不是执着空见？那么执着空见于一切的善巧利生的法门通通不懂，包括讲经说法他也不懂。有时候、哦、你跟他讲，有些人、哦、你跟他讲说哎，这个道理是这样是这样是那样哦，哎，就有人会这样讲、哦、啊，不用讲那么多，人他是嗔心也是慢心，嗔慢二心，这种人就是这样，他不了尘沙之事，他不愿意把道理听清想清楚，他只是模糊的知道他自己搞定就可以了。有没有这种人？你生活周边有没有这种人？一定有这种人，对吧？这种人就只取他自己的解脱，
指空性的解脱。于一切法失去了学习，为什么他一切法不是？他不想度利益众生，所以他自己好就好了。爱听好不？听懂吗？自己好就好了，怎么帮助别人呢、啊？他还一直在麻烦呢、啊。我自己的告慰夫啊，让我能呼吸就好了啦，不要再叫我做什么事了、啊。现在佛门里很多这一类人，你懂？让我活下去就好了，你懂吗？是这样，没有办法。我在佛学院呢讲的什么发菩提心呢，讲了个半天，也不过就几个人跟我一起共住而已。其他人也不能说他不发菩提心呢、啊，但是就是说他们常常跟我讲，哎呀，院长，你让我活下去就好了，你不要叫让我做太多事情啊，你让我能呼吸顺畅就可以，心脏保持在跳动，这样就好了。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那好了好了。以望未来了哈，但望未来。可是你要知道，身随心转啊！你发了菩提心，大不了一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死重如泰山，何必活着轻飘飘的呢？是不是这样？佛法都已经这么衰败，你还不发菩提心，你还说只是让你呼吸就可以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是没办法。所以他，你叫他做什么，他不知道，他也不想学，也不想知道，他也懒得知道，就会这样，你没办法哦，这样的。不过这个也你也不能说他怎么样了，他好好活着，确实也不错了啊、我们可以说慢，但是不能赞。学发菩提心绝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也要靠身体，也要靠心力，但终究是要靠心力，心招感生的啊，知道是这样啊。那这个三四年前，两三年前呢、啊，那台湾在弄，我在弄那宗教法，弄得没白天没晚上的这样搞啊，还要南北奔波去跟那些立法院的人呢、啊，开会跑到他家里去找立法委员，怎么样怎么样子啊？这个民进党的要找，国民党也要找，王金平也要找，这个人要找，那个人要找，弄得实在是很累。他当中有一个比丘尼啊，是住高雄，他都已经生脑瘤了，你知道吗？那脑瘤已经挤到那眼睛都爆起来了，爆出来就这样子了，怎能这样子？你知道吗？就这样，哎，他照样跟我们。南北跑哎、欸，我说你这样不会怎么样？他说死了算了吗？他就死了就算了。这为了佛教，他还是要奔波。当女众有时候这种想法有点情感反应了。不过你想想看，已经都这样了，你看要不一般人嘛早就吓死了，对不对？你看到他，你也会怕怕的，你这眼睛就像快要凸出来那样了。你不信，你问我们弘吉法师，他也看过他，是这样的，都到这种程度了，你知道？他还这样奔波。开会他还跟人家开，是什么样？他人家跟他讨论，哇，那是这样。哎，你就可以看出来，哎，这个人佛法懂多懂少，这个我们暂且不表。哎，他这一念不怕死的心，你看就能让他定下去，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说，法身慧命是永远的，发菩提心是敬未来际的。那你今生今世既然得病了，那早早发菩提心。把他搞死算了嘛，你看他搞死搞不死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要他了，很早去早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就又蒙着他，那又不能够做什么？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还没到那样子，你还是调身调一调，活久一点好，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老和尚101耶，光看这101比中华民国还久。这样子，它本身就是价值的，就是一项成就，你要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当然还是活久一点，我还是要活久一点了啊！这点是、我个人也相信，也福音这件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呢，他就是因为不发那个心，所以说于一切众生的种种相貌啊，他就不了知。那利益众生的种种方法也不了知，也不想知，也不能学，
他也无心去听，无心去感觉，这样懂吗？那看经书自己懂就好，他没想说这句话不错啊，那我要怎么跟人家讲，他不会去这样想的。哎呦，我能看得懂就很了不起了，你要叫我跟人家讲，他就这种想法，你懂吗？他就这种想法，所以他从来就是自己 OK 就 OK 这样子。所以执着空性，空性一成就了，不自己了生死就搞定了吗？生死已出，哈哈，万法皆具，所作皆办，不受后有，我 OK 了。释迦老佛爷你讲什么我不听，我离开啊，请给天太累，这就是这样。这样子之后，于一切众生的利益法门完全不知道，这样就造成了各种的相貌的利益众生的善巧说法，通通说不上来，也做不上来，也体会不到，也体会不到。有一件事情我不能讲白，但是呢，就是我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这么一件事，那么呢，这个比丘就跟他谈，老谈不拢。那后来人家来找我去跟他谈，那我没见过这个人，我没见过这个人。那我去了之后呢，也不晓得怎么从何谈起，然后呢就开始听他讲。那他讲，他只要讲个差不多十分钟，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体会到，这个人不想听话多，不能够把一个始终心要讲20小时，绝对不可以啊！最后20分钟讲完，10分钟讲完就可以了，就比如这个意思。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不想多听什么，那你借我10分钟，我讲一下就可以。我就10分钟讲完了，然后我接着就让他继续讲，讲，然后我偶尔适当的讲他两句，我对应他两句，赞美一下我随顺一下下我也随顺他所说的呢，那扎入2-3句很恰当的话，不一定赞美或者说如是如是，或者是加强他的说法，或者是赞同他的说法，或者赞叹他的做法，这样适当而已。他讲了将近1个小时，那我当中只不过用了几句，虽然前面我用了10分钟，后面大概他用了将近1个小时，那1个小时当中我只是适当的补一句，赞叹一句，随顺一句，或者补充加强两句，这样 OK。然后谈完了，我也没有询问他这件事情你同意吗，他也没有询问我这件事情我同意吗，我们就同意了，就这样就同意了。其实我后来思考，成功的这件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我根本不是听他的话，我是听他的心。那既然感受了那个心，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有很大的问题的，还有很大的疑惑在里头的，包括法律的问题，包括经济的问题，都会在里头。可是我们没有疑惑，我们彼此都 OK。你把它想象成他如果是在谈一个生意的话，那是一个牵涉很一个经济问题，也牵涉一个法律问题。但是 OK。为什么别人会谈不成？有缘没缘，对，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有缘没缘，什么叫做缘？就是你要去懂众生的心。众生的心不会抛开来给你看，是要由你自己去平常就去感受众生的心想，心里的感觉，然后你要去感觉那种感觉，你要用什么心态去对应，用什么心态去给予谅解，去给予同体，去给予感觉。当这样之后呢，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其实第一次见面感觉非常糟的，你知道吗？第一次见话那个话简直谈不下去啊，你要知道，简直谈不下去，因为从来没见过面，压根儿他大字不识得几个，他甚至是写自己的名字写不上来啊。我读书人，读了几年书，是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干，一提大笔，我提小笔，他拿大笔，我拿小笔了呢，画的不一样的东西，是这样，怎么谈得拢？这个是什么？体会那个心。这个就是你平常你说你要怎么准备，没办法准备。你遇境对缘，你就是用心对心。那你怎么愿意这样做？你得发那个心。这个心，你能够面对尘沙的思维、尘沙的烦恼、尘沙的感觉，一一面对而如实了之。
所以这就叫尘沙惑。尘沙惑就是你不了知，你不想去知道，你不发心，你就不能知道。能发心就能知道，所以尘沙无体，以无明为体，以见思为体，界内尘沙以见思为体，界外尘沙以无明为体。尘沙本身没有哪一个，它不是什么烦恼体，不是的，是因为障碍你利益众生，阻挠你发菩提心，让你怕怕，让你怕怕，是这样。那你说，我也是什么都不懂啊，怎么办？不，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愿意学就 OK。你只要说，那这样对哦，那我要愿意学，这样就 OK 了，这样你的尘沙就在破了。我们说的是说，他根本压根就不想学。啊，当然了、啊，你开始想学了，尘沙就开始在破啊。不过不是全破了哈、哦，你得慢慢破。所以的欲境对缘慢慢学，那欲境对缘慢慢学，你的生命有限，对吧？所以你得要勇于去学。那怎么去学？为教至深，无明亦法性。你还是得这样融入，你才有机会，你才有机会。是这样，这就是尘沙。所谓尘沙，是利于利益众生的份上有种种的不明，而众生无边，烦恼无边，你的不明，你利益他的方法不明的内容也无边，对不对？如尘若沙那么多，以量取名，谓之为尘沙惑。那么你在界内，你是界内的菩萨，有啊，藏教也有菩萨，对不对？我们就是界内菩萨，界内的菩萨，你要利益众生，可不可能？当然可能啊！哦，你都要靠观音菩萨来利益你啊！门儿都没有，你们只能招感像我这种薄地凡夫来度化你们而已。观音菩萨恐怕还很难，对不对？那我这种薄地凡夫，我要不体会你们，那我就有尘沙惑啊！基本我是啊，我是有尘沙惑了，当然就是。不过我得努力学。同样道，你们也是，你们也在界内的人，对不对？三界以内的人，那你要利益你儿子、你妈妈、你爸爸、你老公、你太太，你也在体会他，你体会不了他，男人体会不了女人，女人体会不了男人，那你就度不了你旁边这个男人跟女人。大人体会不了小孩，小孩不能了解父母，那你也度不了父母，度不了儿女，是不是这样子啊？这界内的尘沙。界内尘沙以见思为体，是不是啊？对不对？你看是不是？你看啊，爸爸，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这种年纪，这不要再吃猪肉了。你吃猪肉会早死，你知道？会脑充血，你知不知道啊？你都已经棺材入一半以上了，你还不念佛啊？你如果这样度爸爸，你看你爹，你们马上脑充血才怪。这就是尘沙惑嘛，你看起来想度他，对不对？完全搞错了，你完全用佛法在训人，而且像训你儿子一样，你懂吗？这样在度爹，你怎么可能度嘛？是不是？这样不能度，这就是你的尘沙惑，这就是你的尘沙惑。那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见解有过失，对不对？你把佛法拿来当尚方宝剑，见了人就砍，是不是这样？结果你砍到你爹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你的贱货嘛！你只取你的佛法最高超，你爹真是愚痴啊！吃猪肉啊！你今天吃他半斤啊，以后还他八两啊！你都讲这种话，你老讲这种话，你爹马上脑充血送急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你的什么贱货？你的贱货为体，对不对？造成你在尘度众生上面有了尘沙货。所以尘沙无体，以见思为体，就界内的凡夫来度众生来讲，就这样，懂了吧？听懂了吧？是这样。那界外呢？界外啊，界外我们还在界内搞不清楚了，但是我们类比的知道，界外的菩萨他已经是离三界以外了，但是他还有疑，比如说法华会上那些大阿罗汉、定性罗汉，有没有？有没有？那怎么办？只有佛才能度化他。佛没有尘沙惑了，就能够训勉他们。不过即便这样，对不起，还是要五千里洗，还是有度不动的那五千人。所以说佛无法度尽一切众生，就这样。佛已经没有尘沙惑了，对那些对极大部分的，包括舍利佛、目犍连、迦摄尊者这一类最难度的，他都能度了。但是还是有五千人不能度。
没尘沙祸了还是这样，何况你界外的菩萨有尘沙祸，哎呀，要度人也是很难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界内尘沙以见思为体，界外尘沙以无明为体，根本无明为体，就是等一下要讲到那个无明祸为体。所以尘沙无体的，没有它本质上的迷的恶，它是因为它都是一的见思或者无明为体。那么呢？那么界外的祸呢，叫做别祸。界外尘沙叫做别祸，因为只有菩萨才有这个祸，对不对？咱们可轮不到我们，我们在界内，是吧？啊，界内大伙儿都有这个祸，度众生都很难度，对不对？那我们都有见思祸，所以我们自己在起贪。你比如说讲经说法，乃至于女人讲经说法，不与女人取人生欲想象而为说法，对不对？为什么？人生欲想象就是你的思祸嘛，人生欲想嘛。那讲经说法的时候，你对这个女众或者对这个男众产生贪爱，是这样的，与人生欲想象而说，这就是。你看看度众生就有过失了，你对他起贪爱，他还会对你起贪爱啊，这投桃报李嘛，对不对？结果你们根本是在贪爱，而不是在讲经说法，根本不是在学佛，你懂吗？这以前我读成大的时候就常常发生，我那学长就常常发生这种事，常常那学长就跑得来，那看到学妹在那，学妹啊，你有什么佛法问题吗？要不要学长告诉你啊？那我在旁边我就觉得哪有什么问题，只有感情有问题而已，要说出去说了，不要拿了佛法当挡箭牌了，我就这样讲。哇，把我们那学长气得是咬牙切齿，是这样子。我就说要谈恋爱就谈嘛，何必把释迦老佛爷拉进来耶，是不是这样子啊？谈恋爱你就去谈，你何必还问学妹你有没有什么佛法问题，哪有什么问题，是你有问题，不是人家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就谈佛法，那就在眼前谈了、啊，何必要到什么泡沫红茶那里去谈？哪里去谈嘞？乱七八糟，是这样的，就确实，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就是常常就是当着人家面就讲这种话，弄得学长对我都很不高兴，啊，是这样。不过这就是我觉得呢，佛法绝对不能被利用啊，这是就这样啊。啊，为什么说到那里？啊，是说那个，就是利益众生，我们有这些祸，贪爱之祸，讲解佛法，我们也要注意。而我们是一个凡夫，有见识祸，那么正在利益众生，你就不要让这尘沙跑出来。如尘若沙的这个私货可以跑出来，障碍了你利益众生。哦，有的人啊，我说我弘法利身啊，其实他搞名利，搞了很多啊，喜欢人多啦，热闹啦，就这样子。这热闹反而没办法把佛法好好传递，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种事实上是你的尘沙，而是你的见私货，在搅和在利益众生当中，现起的是尘沙相。尘沙祸相，而不是利益众生相，这样懂吗？就像我讲的那个学长一样，他老找学弟学妹说要问佛，你有没有佛法问题，就是这个意思，老是这种意思啊、哦，这叫见思祸啊、接下来无明祸，无明祸就不了什么呢？中道实相，就叫根本无明。那么呢，不能断见思。那么为见思所惑，那见思惑就叫做知末无明。见思惑另外一个名称叫知末无明。相对于根本无明是不了中道实相，这样懂吗？所以这里讲的无明惑就是根本无明，就是所谓的不了中道实相。这是界外之惑。为什么叫界外惑？为什么界外惑？因为它不障你的死，它即使你不知道，它也不障你的生死，它也不会让你入生死的。你比如说你断了见思惑，可是你无明惑还在啊，不了中道义啊，可是你还是一样离生死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阿罗汉就是啊，阿罗汉断见思惑啦，可是他还有无明惑啊，他会不会因为有无明惑而入生死？不会，所以那是界外的惑，他不会让你在界内，懂吗？即使你有那种惑，他也在界外，这样知道。而我们这种凡夫呢，见思都不一定看得清楚，哪里能够
都不一定断得清楚，哪里还能够断那个根本无明啊？就不能，所以是界外，他在界外，啊、哦，他在界外。而我们界内的凡夫要先断见思，这是对凡夫来讲，对声闻人来讲，对大乘人呢，一断永断。因为什么？因为他断是断根本无明，是断一分无明显一分法身，他是这样。他不去断那个见思，那见思会不会断？也会。在六根清净位的时候呢，见思惑呢，也就所谓的五住烦恼呢，任运断脱落，任运，任运什么意思啊？他不去做思维，他也不去观什么身受心法，做那些他不去，他自然就断了。这样了解吗？是这样自然断，所以任运断，这才厉害，对不对？啊，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所以见思也会断，不过他任运断，他重点在断无。根本无明，在断根本无明啊、哦，是这样。哎呀，那么这样子呢？哎，总共把三惑给讲清楚了哦。那么三惑怎么样？所以无明惑是根本无明，对吧？那根本无明，那就是所谓的你看，故无明亦乎法性，法性就是中道实相嘛，对不对？那所谓的根本无明，就是不了中道实相啊，不了中道无相，不就是所谓的义吗？义就遮障，遮障了中道实相，是不是？你有根本无明，所以会遮障中道实相啊、哦。好，那么呢？尘沙障乎化导，看到没有？化导众生，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没有发起菩提心，或者你发菩提心的过程还不够久，你学习的种种善巧方面不够多，所以于利益众生当中有种种的疑惑，所以就尘沙障乎化导，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就障乎化导，很容易理解了哈。所以把三惑搞清楚，这句话你就搞清楚了。那么见思主乎空寂，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见惑思惑，通是在贪染为性嘛。那贪染你就空寂，你就不能见真谛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要用真空观，所谓的空观来给予照破见思。你一贪爱，你就只取它为有了嘛。你贪爱法尘也好，贪爱色尘、身尘，什么尘都可以，肉体。我一般男女贪爱肉体，这个就你一贪，你就不能证空性了嘛，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说见思主乎空寂啊。那么好了，那么这以二别是惑相我们就讲完了哦。那么最后呢，然知三惑乃体上是虚妄也，这下一下这下一段下一科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哦。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看我们回向要这样子，就是讲要你发菩提心，有没有？就是要发菩提心啊。然后再来三归一，就是随时回归到修行的根本啊。自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会归一心，念三声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